哎呀，大妹子，我看你这个人啊挺好，听我唱了这么多首歌呢。那个，咱俩挺聊得来的。是，大哥，我跟你唠的呀，也挺高兴的。是吗？嗯，对。今儿我这只要你不唱歌，咋的都行啊。那既然聊得挺好，那你看这事今天能定下来不？不是，你看咱俩聊得好，我这还得问问孩子意见呢。不是怎么的？你还听你姑娘的啊？那可不，你不也得听你儿子的吗？那行，听你的。呵呵，等孩子来了，看看他啥意见啊？行，哎呀，这天我儿子也该来了。今天真是个好日子，今天是个好日子，想事都能成。今天是个好，啥事儿啊？这么高兴啊？儿子啊，来的正好。啊，你爸的幸福啊可能要提前一天了。看那个阿姨吗？说了你只要同意啊，咱们这事就定下来了。哎呀，那行啊，爸，恭喜你啊。哎，之前我跟你交代那个事准备好了吗？啊，准备好了。一会儿啊就让他签了，然后呢表示一下我们的诚意，这事签完就定下来了。好，没问题啊。就哎，阿姨你好。哎，你好孩子。我叫高帅啊。我儿子。哎呀，这小伙子长得太精神了，随我。那个阿姨啊，这个事儿确定之前呢、啊，你先签一个东西来。这是啥呀？啊，遗嘱。遗嘱？不是，我爸的啊。哎呦我的妈呀！他为了今天呢，特意准备的。这，大哥，你这是啥意思啊？为了彰显我的诚意啊，这个遗嘱也没啥，主要内容就是啥呢？以后我要是没了呀，这个遗产分你一半。剩下的给我儿子。哎，我爸呀是一份真心。来，对对对对，签了吧。你要是不签呢，咱们这事就别往下谈了啊。不是，那这，这也太热情了吧？这是干啥呀？不是，我纯是冲孩子啊，这孩子好。我看，这我还头一回听说，这老公公死了，老丈母娘继承一半遗产。签完。